喧嚣每天都在生活中上演，站在情绪的风暴中心该怎么办？我选择抽离，让自己融入自然，安静的思绪在蔓延，我看到了另一个自己，笃定沉着。每个人都不该被定义，而旅行就像是在看一场完全自由的电影，没有导演，没有剧本，没有字幕，一个人，一件行李，这才更接近我们本来的样子。我在探寻，把自己扔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之中，开始学习崭新的一切，迎来一个又一个不期而遇的面孔。在同一时空中，我们既独立，又共同面对着眼前的一切。我变得自由了。Why I travel？ 我想是因为心里还有期待，说不出来的，那种觉得明天会更精彩的期待。